喽。变形化现兴奋，待机喽。管理室发发，迪叔是你耶？你怎么？他一开始啊，反弹走过去，他可能还没有看到我，他就倒下去了，然后我就看到了。是你吧，迪叔？你怎么这样踩我啊？没有，你在我面前杀人，然后你还这样踩我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方法真不够讲吧啦！在哪？是你吧？爸我在哪里？我吗？我说爸吗？你说是你吧？迪叔，你刚刚说在哪里？是你耶，在管理室。管理室中间哦，是看到谁被杀谁的尸体？管团。管团。因为团刚刚是从电力室那边出去。对对对对，我刚在电力室里面解东西。然后。我是林美，然后我保允月跟麻衣两个都在亮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，没有杀人。对，哇，现在林美真的好像很强哎、欸。哦、OK ，嗯，所以现在是迪叔，毕竟有三个鬼啊，所以我们好人阵营才开这个枪。你们爸爸我们都站在那个尸体上面，然后我看他这样走过去，我想说，哎，他怎么为什么？为什么算我讲不下去了？请投我吧。那就下去吧。等一下再盘一下，反正时间还有。可以。他不坚持到底，那还有谁？你说你保雨月跟马跟马姨，刚刚我们最后的地点是在赫兹凡伊鲁的那个十字路口。那就我跟诺英选一个咯，那我选诺英啊。没有啊。啊，到我了。就是没有啦。如果这一局回合是八卦的回合啦。对啊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如果敌数是好，那就剩下繁星跟诺英两个二选一而已。对啊，你是不是想杀我、啊？我没有啊。那刚刚如果发发杀团团的话，那另外一个 BOB 应该是诺英或者繁星杀的。可是刚刚 Bobo 那一个啊，我不知道、欸，第一天能保而已，第二天我不确定。他应该是死在中间偏左一点点。灵媒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能力全开，就是灵媒两个能力，一个可以看到上一轮死掉的，我跟诺英就好。另一个就是有人死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死掉蓝色的光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爸爸下去吧。好，爸爸，拜拜。反正这一轮一定先票爸爸啊，下一轮就是繁星跟诺英的轮次了，就这么单纯。我觉得发发那个反应超好笑，发发发发，你跟一下杰克看看，看他看不看得到你，你就都跟着杰克。我快笑死了！他在右上那里，因为灵媒应该是有人刀的时候，他会有蓝色闪光，然后再加上上一轮死的人的鬼，他看得到，只有上一轮。因为我上一场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我死掉之后，你就是讨论完之后，我就一直跟允月，但是允月就说他好像没看到，因为他不确定他说的上一轮的那个的判定算啥，嗯，这倒是，因为那个死掉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我旁边，嗯，因为他开启他也是两个能力可以开，那我们是都开，好，反正我里面这样子也是蛮厉害的。对啊，这样很、OK、光是蓝色闪光那个就很强了啦，很强哎、欸嗯，对啊，就知道有人死要赶快去找。对，然后而且如果然后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就大部分可以保起来了、欸。对啊，如果太 OP， 等一下可以再关一下。哎呦，没有做到事哎、欸，什么事都没做到，就被咬死了啊！是什么？我是给人盾的，我是医生。哎、欸，团团来杰克这里啊！你是上一轮死的，所以他看得到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反应炉最左边。最左边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反正我任务也……哎、欸，嘿嘿。我解完。吴总，你忽然间跑过来，我看他吓死了。我操！嘿嘿嘿。你肩膀重不重啊？肩膀很重吗？在哪里啊？我看看。最左边。最左边啊！哦，在右边。节目，都已经差不多了啦。破坏的氧气好了。啊，对好，你们也可以爱好忘记了。这个惨败鬼。惨败鬼。来给你们操控，你们等下想破坏哪里，跟我讲啊，我来破坏一下。好好好那个你破坏鬼的行列，破坏一下 BOB 的电脑。电脑。关灯了，关灯了，关灯！哎呀，我慢慢死了，关机死了，那是录音呢？完了，他怎么去杀？不该刀繁星啦！死了，开始在主场室，然后那时候录音往右边走，
那诺伊是不是就是你？那个我舒服了，可以杀我了。我觉得你里面最不能挑的是繁星呢、欸。我知道一定不能挑繁星，但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聚在一起的状态啊。繁星应该一直贴着他。然后繁星又跟着我，你不要笑，等一下开开麦干嘛？死人闭嘴！好欠，好欠，气死！好欠，哇六六六！可以投我了，好的，你自己要投，你自己要投，忘记了。我凶巴巴，好欠，好欠，走心曲，走心曲。Pick 哦，这个棒！啊、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巧，你是被谁刀啊？哇！法法，他直接冲过来，刀了一下，然后马上跑，我傻眼。游戏体验30秒。愉悦的小丑。对呀、啊，林子跟着我，我不能做事。你一直就被我保住了，直接保住。可怜小丑。我想要到处画，到处去看尸体，到处画都不行。那杰克，你刚刚最后这一轮，你有看到旁边有灵魂吗？我看到一个小的灵魂，但是我不知道看到时间点。最后死掉的人，因为他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小灵魂，小灵魂。你知道我死掉，可是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灵魂的鬼吗、啊？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灵魂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是白色的。那他会跟着你动吗？不会。那是上一局死掉的人的位置吧？哦，就是这种位置而已。就上一场死掉的位置。那我那灵媒再开一个，他还有一个什么灵魂有效持续时间限制啊？原本是关闭，应该都一直在。开的话就是可以等我一下。好，等你一下。去厕所。啊。就开一分钟，你会看到灵魂持续一分钟。他说：“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快找我！”但他的说明就只能看上一轮死掉的灵魂而已。嗯，啊，重点还是他的那个蓝色闪光很 OP， 很 OP 啊！嗯、蓝色闪光那么强哎！是、嗯、我刚看一下这个结算，大家都已经是9/9，但是有一些人只有2个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是一直照任务走哎、欸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没有，我刚刚也还没完成任务啊。我也还没啊。我是结算的时候，刚结算的时候看啊，就很多人都9/9，然后有一些可能6/7，可是有一个是有2个，我就嗯、欸，就是2个应该有点过少，可以再注意一下。那我们换一张。好啊。他好像可以、啊、哦，他现在可以直接在这里换。哦，好棒！可以场内换了。场内换。哦。Mayray HQ 不晓得什么地图。HQ 。HQ 就是 High Quality 啊。Mayra HQ quality， 很高级。Mayra HQ 那个啦，那个发射站就是那个，右边有那个温室的那个，右上有温室。巧克力变猪了是不是？不对，好好讲话，你才猪！你好像很犟哦。我等一下不管怎样票他，票他。这是猫，猫，我眼中这是猫。不是我刚刚。突然看到以为是山猪了，山猪，你说猪土猛进，猪土猛进是吧？你大声很像猪土猛进、欸、我中你，雨月你把刀借我一下，我要打拔刀。快快，新姐接起来，新姐接起来，换新地图，再来一场。地图，好。猪土猛进，关吗？巧克猪，你怎么跟你妈一样啊？我的天哪！工程师，关吗？猫，多可爱的猫！啊，在这里，厉害吗？厉害吗？猪土猛进，哎、欸，雨月也蹲了，雨月也下去了。等一下，雨月也下去了。我要去拍桌，拍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拍桌在餐厅。雨月走开，我要走地道。等一下，我快笑死了。啊！太好笑了吧？刚刚在厕所，大应该看到。
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刚回来。刚刚有两个人在跳地道。一开始我拍的，我就说一开始我很开心在那边上上下下，然后吸引大家注意，然后我发现奇怪，上下频率好像怪怪的，然后我走到旁边一看，允月也在跟我上上下下，工程师啊，我才是工程师，臭脸的工程师，我觉得我会比较爸爸是小丑，对，爸爸是小丑，谁？你才是小丑吧？我是工程师。不啊，先不管。没，刚刚有钻地道的繁星有看到，就是我跟影月，我也是，你也是，你看杰克也是，我也是，太多工程师了吧？我也是工程师，开错啦，是一般的船员都变工程师了，一般的船员都工程师了，太笑了，我小手。我也想投愉悦啦，我觉得我也是想投愉悦。为什么？没有他，他是工程师。你有工程师啊？对啊，我相信他哎、欸。你是工程师啊？你自己工程师是别人。我们是那个同事啊，怎么了？工程师联盟是不是？你是同事吗？我说你们一起都在竹科上班，是不是？他是你哥。对啊，他在我隔壁的工程师，对不对？他在我隔壁办公室的啦。他都钻地道上。上班，哇，好赚地道，然后很帅耶，他赚地道，那我一定投他一票当经理啊，真的。那你也投我一票当经理怎么样？我也想升。没有没有，你的表现不够好，你都没有下来去维修。对，没有，我刚厕所回来嘛，谁知道已经开始了。哇，这是谁？影月，都影月啦，他当经理。等一下有紧急任务，我会秒解。好多人，好多人。没有，我可以理解影月啊，他应该是那个想要破坏，因为破坏跟通风口是一样的，然后就不小心尴尬了。啊，既然已经尴尬了，就只能尴尬到底了。哎、欸，我要秒解。我刚不小心有没有秒解到？我在打枪。笑死！没想到奇怪了，怎么好多好多人的感觉？你看，哎、欸，影月，太好笑了，在所难免，在所难免。破坏跟那个是一样的键的，直接就按到了。刚刚解过了，这我没办法了。在里面，喂，快走，快点！我右边。虽然那个，哎、欸，干嘛啦，兄哎、欸？喂，兄哎、欸？谁、啊欸？刚刚我们小雨。我们是我团团巧克力小雨走通道，然后过去修紧急任务，然后团是在另外一边，我在另一边，所以一定是 Bobo 或是小雨其中一个、啊。对，是小雨，不是我、啊。小雨，是啦，小雨是工程师啦。爸爸闭嘴！好啦，他是工程师啦。好啦，他工程师啦。好啦，是 Bobo，Bobo 你是说你？小雨啦。你是走过去，经过看到尸体，然后不是没有，他们一起是我们是三个站在那边，想一想叠杀。然后团团，你想一下，我们刚刚是我跟你，然后巧克力进去通风那个消毒室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门其实很早以前就可以打开了，但小雨不打开。不是啊，我站在里面，他前面那个门没有开啊。你要按呢、啊？要按、啊、哦，那个要再另外按吗？我想他都消毒完就自己开了，不是吗？他所以我觉得小雨那边就他要再按吗？那我站在那边怪怪的。没有怪怪的。他过去之后，你去按左边的嘛，然后我跟乔。对啊对啊，我一直在按左边。右边。哎，玩右边的。哎，你怪怪的。哎，小雨，你看你同事，你坐这么久，你怎么不知道那个门怎么开？老手闭嘴。我是很少上来上面啊，我都跟着一坨人的那种。不行，我觉得小雨不行。小雨，你要进修一下、啊。你要去进修了，要去进修了。啊，我要去当工程师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是同事，你忘了吗？工程师发发啊，唯一真工程师呢。对啊，小屁用啊。
全员工程师，全员工程师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曾经一秒相信啊，我真的调错了吗？小玉还敢叠杀？哦哟，突然举报完都破坏了，没有先手，可恶！先手就有优势了。对啊，影院应该也是想破坏的，不小心钻的吧？我就看到影院在那边跳，我就笑死了。那时候我想说奇怪，这是怎么感觉两颗头冒出来？然后我走到旁边一看，真的有影院。